今天哥哥放假，带他去玩儿。你要盯着我们帮他的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都放假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我要去这家店铺问一下。现在这个豆豆鞋六折，这些都是六折。我们现在去加拿大鹅。姐姐，我现在到了，我进去给你问一下。这一件就是黑色，你看一下，也是在没有打灯的情况下。你看这个没在灯光下的颜色就会很好看，来均一个弯。你看，这颜色就会很漂亮。这一个的话，你穿 M 号就可以了，他穿的是大号，你们穿可能大，来拉一下头两个都。对，他穿的是大号，你们穿就大了。这个是去年帮你试的那一件那个经理来的，他穿的是 L 码，但是他说他穿大码会好一点。刚刚好，刚刚在我们。我穿的是14Y 的，我觉得我穿这个码数可以，但是袖子有点长。这个衣服穿大一点好吧，新款3400。这一件感觉要大一点，上身效果会舒服一点。这个也是14Y 的童装，请哥哥吃雪糕，今天陪我到处跑。就是我身上这一件，这件是我早几天买有现货，我已经穿了2天了。小香风系列很好看，我连这对鞋子一起买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刚好5件。我们去的是这里最高的这栋楼，我们要找的是那家酒店，不管了。哇，这个装饰好漂亮啊，好多人拍照。我们要去这家酒店，因为那个景点在酒店上面。哇，迪奥的星星呢。我们怎么进去啊？拿票出来，哥。观景台。超级多人排队，小哥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今天太多人了，哥哥。对啊。走吧，去看一下怎么想玩了，玩了就走了。到处都是人，有什么好玩的？谁要排队玩那个啊，哥？谢谢。你要玩这个吗？那你在那？今天上的太晚了，都看不到夜景。哦，看得到夜景，白天应该会很漂亮，下面都是海。下次早点上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我们刚刚去了那个 Sky 吧，打算上去看一下风景，谁知道上去人多得不得了。没有啊，我得下面排队，上面排队。对啊，上去也要排队，下来也要排队。算了，然后现在去吃饭。现在我带哥哥去吃饭。你就吃炒饭、西兰花、玉米。200多块钱有点不值哦。前菜啊，好吧，慢慢吃。